条我讲袂赢你啦，啊你太惨嘞，你心灵嘞，内皮啊囝敢免解心，尤其是心灵啦，伊对你敢若差无甲你当作神跪落来拜呢？你干妈神志甲怕，伊拢认为你是对的，伊是唔对的，伊啥物代志拢顺你呢？你哪会忍心我要叫人甲伊撕票啦？李太山伊最近对我态度，应该连你有哪看袂落。伊讲伊要我接班，完全是咧讲好听。既然医生对我不仁，当然袂用怪我对伊不义啊。啊，若你承认，伊当然是无应该死。也毋过，伊即摆已经变作是阻挡伫我的前路甲财路顶面的一粒大石头。李泰山死去，承认当时用撕票。安尼，李泰山的财产除了一部分爱分给我的丈母以外，其他全部拢是我的。搁再讲，李承认若是无死。我就无法度将你上届嫁伊的吴惠祥带入门做你的新妇啊，所以我才会拜托遐歹人撕票，借因的手将迄个大石头搬走，借因的刀将我家己不忍心亲身下手的李承麟抬掉，安尼我就啥物事拢免做，啥物罪拢免担，我会用个顺利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情甲财。妈。请问安尼有啥物唔好啊？也毋过，你讲甲搁较好听，讲甲搁较合理，你有法度去骗别人？你敢有法度骗你家己的良心？妈，我会记较早，你还袂转型，还袂变甲愈来愈有自卑心的时阵，有一遍你甲翁美华冤家，翁美华迄当阵伊目屎干的，问你家己是毋是有病良心？我记了真清楚啦，你翻头转来问伊，伊问伊讲良心哦，良心一斤是值偌济？菜市还有得卖无？我即马同款用你讲过的话来问你，良心，良心一斤是值偌济？菜市还有得卖无？好啦，我讲袂赢你，我认输啦。也毋过我昨昏有甲遐个歹人讲。叫伊给予咱一天的时间，所以我相信你即摆应该要我咧。我即摆来甲你讲一个消息。妈，你即摆啥也拢莫管，你敢若需要将你的手机啊关起来，然后招杨阿姨去洗街，也是去洗洗吧。等我这个计划大功告成了后，我会找你好好啊庆祝。心灵对你这么好呢，伊若死，敢讲你拢袂心疼啊？我当然会心疼，但不过今仔日若是保掉心灵，以后因为安尼，害我失去以往，我会更加疼。安娜，我顶下叫你做迄市场分析，你做好阿未啊？拢好啊，我整理好，我会交一份分析报告给你啦。哎、欸，
太保，你第二晚那边，我要把杯仔提去洗啊哦。你完了啦，多谢你。哦。伊了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洗杯啊。安尼，你杯仔洗完了后，你用过去找天雷到因下班。我甲太保有代志要参详，你卖你别甲阮交叉。哦。敢有任何新的消息？无，怎会？那是刷落，后一步要安怎行？无什么后一步，即马就等李泰山的尸体有人发现，新林红撕票的消息爆出来了后，我等于正式宣布接管大丰开发这个好消息。志良，我跟你讲一个大消息。门先关起来。你不是伫李泰山因某遐咧表示关心？敢讲李泰山被扣的代志，因某已经知影？不是啦，我虽然是去遐去关心，但不过因某无意中甲微笑摕我看，而且目屎了目屎滴啊，讲李泰山对伊外无公平。李律师啊，因为微笑内底到底是写啥物啊？微笑内面是写讲李泰山若发生意外，要甲全部的财产啊留你性命啦。你是毋是发生意外？因某才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。由此可见啊，这个李泰山真正真疼惜这个宝贝查某囝嘞。也毋过，除了李新玲，还佫有李泰山因某，志良毋着完全拢无分。无毋对啦。所以李泰山伊真正该死。也毋过我已经亲手解决这个废物。啊，害啊啦！安娜，你是想着甚物事？志良，你想看卖呢？若是你心灵一定着财产，无的确伊阁会分一寡予你。也毋过，若是你心灵发生任何意外，李泰山全部财产都会予因某继承，啊，你毋着啥物拢无得着。所以，你将李泰山爸仔囝害死，难道是对你不利？因为真正受益人是李泰山因某呢。志良啊，名义上你是你新娘的翁，你今麦阁会当甲伊共享另外一半的财产。啊，不过财产若是去别人继承去，伊就啥物权利拢无啊嘞。哎，该，该，你安怎？人无爽快是？无代志。啊！不过因阿，你想要吐已经几啊届安尼，我嘛唔知影，可能最近胃肠无啥偌好，啊，一食物件就想要吐。嘉怡，我感觉你上好还是去看医生，检查一下较保险。好啦，我会找时间看医生。嗯，啊，食饭食饱吼，就爱配水果，加一半柑仔，一半梨啊，同款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啦。对啦对啦，记住。唔是我咧臭蛋，你吼将已经食到我甲阿牛真心设计的开运材料，我即马开始你的气哦，一定会变甲上好。那今仔日下啊，所有代志拢是 OK， no problem 的。阿牛小妹姐，我希望代志参像您所讲的，能顺顺利利。这是一定会的啦。那是无其他的代志哦，我甲阿牛两个人去灶卡洗碗啦。洗洗碗，洗碗。哥，即摆二十二点，阁有几啊点钟，咱先去休困一下，暗时才有精神甲元帅互因对抗。去楼顶爱去先食药啊，唔通袂记哦。我知。嗯，妈子啊，无事起来。妈，你甲阮休困一下。我要留伫客厅等电话，万一卡匠迄边若有任何变卦，我希望会当头一个知影。甜蜜的房间，即摆状况安怎？紧讲。报告主席，火车我已经开过来，230的美金的价钱，我嘛已经放伫车内底。即摆一切拢无问题啊。唯一烦恼的是，死到对方若看出来，这内面是假钱，这代志歹处理。完
陈翠红已经是老干部啊，迄个张太杰不是朱世涵啊，都出来跟人咧佚佗的。伊若是稍微较注意咧，可能看会出真是真也假。所以讲，银行搞我小金的代志，员工实在是真有影，不得甲伊发生冲突。我嘛做心理准备，按我这做小风声，对方若是无诈钱，意外卡手应该等伊。我是较细腻的，阿弟啊。 若是看到办事唔对，就卖插你这种。我家己心里较重要，知无？是，我知影，多谢主席的关心。哎，黄冰秋，家己已经来啦。我知影，我随后。哦，黄主席，你实在是有够大方嘞！ 竟然一手承担哦，负责阿妈这边，让人放尿，煞有诶赏金诶。卡长是我亲生老母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尽诶责任啦。哦，也毋过这若是我吼，无可能互伊遮侪钱啦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无钱啊，阿娘喂，八千万诶，我就伫算迄大风诶时阵哦，才看过遮尔侪钱。 主席，阿弟嘛来啊！阮主席是关心头家嘛，所以才决定过来，陪大家做因家头家妈回来。黄主席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我若是无钱嘛，只有看到卡长平安倒回来，我是烦恼甲袂食袂困，所以我想想咧几期，来才陪恁做伙等。应该是阮细王敲电话来要敲电话厝阿妹，知道，甲电话共款。 千万唔通让伊知影我伫遮。喂，我管事哦，唔是着，你平传好未？刘洪生，我把所有的钱拢放伫车顶。安尼好，你即摆当出来。啊，大姐，我说，因为火车我无啥会晓开，我请阮公司的弟组阿弟甲我做伙去。刘洪生，我嘛伫车顶。是着。 你唔通想要变鬼变怪啊！我也毋是甲你讲价，啊你改一个人来。嘿，关世雄啊，啊加一个人命命，毋是带几个人变古怪去啊，敢有差？差真多咧啦！大阿爹甲啥款人，我也毋是咧毋知影。加一个人，加一份变数。阮阿妈即摆伫你的手头，你若是无摕着钱，嘛无可能放人，阮哪有可能乱来啊？关世雄，即摆上吊的是咱两边的互相信任。 啊，若无啥办法，都行袂通的啊！袁世勇，即摆已经无时间去讨论其他的细节，你着予志忠甲阿定紧出门，好无？志忠啊，阿定，志忠啊，阿定，志忠啊，阿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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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互恁知影好啦。安尼，黄志忠，你是毋是爱较安稳嘞？李凤芝，我敢若希望阮阿妈会用平安倒转来，我会真安稳。无要安怎是上好啦。好啦，我稳准你搁带一个人来，为着阮阿舅。你若搞乌白来，加浪费我一个清钱尔。你怎么得啊？即卖等出来。志忠，你干咪卖去，我得去就好。对啦，阿弟脚手好，伊去绝对无问题。不用啦，这是关世荣所开的条件，我无去哪样。妈，你叫我卖去啦。志忠，即卖看这个情形，关世荣因只是要来提钱呀，只要钱有送到位，我想伊应该袂想去计较讲你有去还是无去才对啊。妈，万一人要计较呢？那是因为无看到我，伊要反悔。安尼钱摕去，阿妈无放倒来。安尼之前阿所做唔都拢无采工，我阿妈继续受苦。好啦，你大家拢莫烦恼，好。时间差不多，阿弟带人出发。是，吴总裁。志忠，家己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拢会甲阿妈平安叫回来。
不管是什么状况，你爱去，靠在他公公。金龙，爱死你哦！而且恁大家愿意将钱摕当做赎金，志良，咱是讲好的哦，这些钱吼算成就你哦。等我先平安将新人救回来再搁讲，即马先答应打电话来讲交钱放人的所在。是讲志良啊，你家一个去吃海洋因，实在太过危险啦。太婆，我认为吼，你应该陪志良去才对啦。哎，歹势啦。啊，阮两个下暗都有代志，所以李律师可能要麻烦你陪志良去一撮。啊，我等你吼，嘛有代志呢。啊，什么代志？敢袂用提掉？啊，恁什么代志？恁敢袂用提掉？哎，林林，即马太保已经和我大做伙啊。虽然讲阮两个未结婚啊，也毋过太保算起来嘛算讲有家室人，袂用凊彩就去冒险。那是你哦，规地一口溜溜，所以应该是你去才对啊。那吴太保吼，较早是佚佗人呢，伊甲海芳因嘛有淡薄仔交情啊。伊若陪志良去吼，因加减会看伊淡薄仔面子嘛，所以吼，应该是伊去才对啦。啊，若我吼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苏本人迄种场面我袂晓处理啦。啊，毋是要去小台，啥物苏本人袂去？我看吼，你是惊死才对。我若讲我惊死，我敢袂当卖去。你好啊，卖个菜。新娘的电话号码。海王信，阮志良，钱准备好势啊未？钱就伫我身躯边啊。即马我应该安怎做？爱甲钱走去倒位？免烦恼遮济啦，听我的就好啊。好到即马开车去连顶接你啊！你只要上车，回再走就好。阿王，我用加带一个人，甲我斗阵过去。你莫想要避鬼避怪哦！我的太太即马伫恁的手头，我要哪敢避鬼避怪？哼！你有啥物唔敢的？你这个人哦，反起反倒啦！你伫避啥物出头，我根本都唔知啦。无你甲小等下佫后悔吼，叫我撕票。所以你想看卖？我哪有可能会放心，予你加带一个人来嘞？也毋过，我若是家己一个人过去，万一是恁在变鬼变怪，恁要借机会报复我，将我绑起来，安尼我要安怎？我绑你这种干巧的人哦，我就自找麻烦啦。你放心啦，钱我一摕到，恁某我就原封不动的行李，而且咱两个人恩怨的到这为止啦。也毋过，你干那会当一个人来嘞？了解无？关志良，安怎？我要先甲新人讲话。无问题，过来。老公。因为对你安怎？敢若是拍一个，听一个就过去啊，袂安怎啦？安尼你是安怎咧哭？老公，我就想你安尼，我几啊工无看到你啊，你今仔才要回去好无？你搁忍耐一下，等下我就过去接你。真实的哦。好，我会饮嘞。那安尼，你先甲我讲，你敢有想我？对，够。起来。哎，我袂听阮老公讲有偌想我呢。着急啥啦？回去你有一世人偷偷听啦。袁志良，车到啊，你会当出门啊？好。我阁讲一遍，赎金一定要查，还阁有唔通变鬼变怪，了解无？我了解。你家等我的消息。总的，我看安尼啦，我陪你来去。免，我家己一个人都有在条应付。太婆，你敢真正有勇气要陪志良去？
还是凊彩讲讲的呢？李律师，我无参详你是苏本人，嘛无参详你遐尔冷静。是讲奇怪呢，我志良什么时阵变到这尔勇敢，竟然敢一个人去呼救邱丽心灵啊？吼，恁大家拢等到巴肚真枵啦，我进来煮一寡宵夜给恁吃啦吼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甲你斗三工煮羹。唔免啦，无人吃落去啦。啊，吃袂到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大家伫这等吼嘛足无聊的，规去咱来耍迄个扑克牌哦，加减嘛迄消磨时间啦吼，对无？好啊好啊好啊，咱大家做伙耍吼，安尼较热闹啦。对对对对，我拜托你卖个乱啦，好无？我那不是在乱啊啦，我都可能大家吼，安尼心情这么沉重着，我就想讲要把迄气氛吼变较轻松的啦。恁两个实在真爱乱哦！拜托的，干嘛就爱我两个跟恁大家同款，来急一个好难面底下烦恼是啦？啊，放心啦，迄黄志忠哦，剑尽天伤，绝对袂死的啦。小芬，你莫讲伊个歹气条的事吼。啊，歹势啦。啊，不过你想看卖诶，迄袁世雄吼，愿意甲阿妈放倒来，伊哪有可能去对付黄志忠啦？啊，这啥道理啊？因为黄志忠吼已经是带绝情的人，无得靠伊的性命哦，比阿妈搁较短，对付伊哪会算会好啦？蔡小文，你无讲话是是无？哈，你唔通讲伊歹去钓你呢？唔该，来这边唔是我。蔡小文，我无需要你伫遮陪阮啊，请你马上回去恁家。加一人陪恁哦，啊，着加一个希望啊！我上加，我莫讲话就好嘛。阿我上加，那若无，我着甲赶出去。嘿，吴主席啊，你是凭啥物赶我走哈？莫计是讲你出钱，你会上大。我凭啥？小吴，刷刷机啦！哎，今大家心情哦，拢无多轻松啦，你先对好啦。是安怎起来尼久，还阁无消无息啦？咱较有耐心的，阁等一睏啊啦，吼。妈，我阁试看卖，看阿哥的手机还有开无？若是有开，就代表伊安全。玩具手枪插在身躯要从啥？这假死啊，插在我身躯顶啊，有谁敢多看卖是真正是假的？嘛对嘞。嗯。喂，人我带来。完蛋，钱嘞？人嘞，阿勇，即摆我除了想要看到新娘以外，啥物货我拢无想要看。经理，老公，我就想伊，就想你呢。我刚想讲吼，万一我拢看袂到你啊？没啦，无代志。因为对你安怎嘛？完蛋呀！你放心啦，我海峰的做代志一向吼坚持就是道义啦。阮是爱钱，唔是爱人啦。只要有钱咧，你爱打几种杂物拢跑。当然唔对啦，亲像这种哦，有新婚，有气质的千金大小姐，你搁较侪钱哦，也算无啦。
哦，干嘛呢？完蛋了呀！这几天相处下来吼，我感觉恁某是愈看愈古锥，我是愈看愈喜欢。废话免讲，海峰，我唔知你啥物时阵甲阿杰拉斗阵，也毋过你真好胆，竟然敢对阮某下手。这条线，我早晚会找恁算。有听到无？阮老公吼，即摆唔敢我受着委屈啦，伊即摆真是生气啊！算了，来，你着真死。完蛋了，台北嘛无外口啦，咱早晚嘛小拄会着。大家句句话就免讲，坦白讲啦，若是有皇帝用得做，我嘛无愿意做乞食，所以这件代志，请你莫扣分。鸡腿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？您绑票我的某，让伊受这一委屈，你即摆叫我莫扣分，这敢有可能啊？就是讲嘛，老公啊，原来你早有熟识伊，你嘛知伊叫鸡腿哦。较早捌见过面，海峰。我甲恁三个见过，恁摕到遮侪钱，上好赶紧死去国外。啊，若无，恁有钱嘛无性命通开。免恁教我啦，阮早就安排好势啊。安尼，阮即摆用得走袂？顺行。恁一走咧，阮马上就离开啦。我是想，阮太太，感谢你这条钱哦。免客气啦，阮家哦，啥物拢无啦，钱上济啦。真诶，无需要甲伊啰嗦。报告，上客，请。免。大爷啊，我感觉袁志良吼这边真奇怪，除了将钱乖乖给咱以外，拄只敢咧甲咱提示讲，咱咧赶紧离开台湾，也若无，敢若烦恼咱就插头了了共款。我嘛想无，因你演倒一出。是愈等愈烦恼，你看，咱是不是爱土地社队长？妈，哥哥阿弟去这么久啊，我嘛认为讲咱等落去不是办法，我同意赶紧报警。我这妈妈实在不知应该安怎处理才好啊。黄主席，你敢袂当给我一点仔建议？我是认为这摆报警啊，代志要较复杂起，我建议大家忍耐一下。我嘛同意哦，黄主席的看法啦。这阵哦，也是惊动警方，啊，咱厝内就来一大堆警察啦。啊，警察一定会问一大堆有诶无诶啦。虽然讲哦，咱这阵无接到啥物好消息，啊，不过同款嘛无接到歹消息啦，对无？阿伯，先开门。好。报告主席，头家妈回来。别让多等啦，快哭啊！阿姐，阿姐，你该轮到我啊！哦，我嘛要抱一个啦，恭喜你平安多等啦！阿姐，我的钱总算无白开，你总算平安多等了。
妈，黄主席为着要救你，真正是出钱出力。这话哦，你老子都有甲我讲的，表舅，多谢你。家长，莫安尼讲，这是我应该做。阿姑，去甲弟甲咪刷汤锅烧，旁厝也较常食。哎呦，啊，一个欢喜过头，遐拢煞袂记啊！较常一定爱食猪脚面线，较常你小等两点钟就好啦吼。小明啊，我嘛真欢喜，搁甲伊讲一声恭喜。阿弟啊，多谢你。阿弟，啊，你愿意陪我去摸遐，我实在感谢你。吴总裁，你免甲我客气。你互遐个歹人搬去一几工，一定逐工烦恼，甲食袂落，困袂去。小等弟甲咪刷来食煞，啊，你着较早去休困，哈。无喏，我安尼哦，都还先来去洗一下身躯咧。啊，你规身躯哦，水温计甲洗洗掉，啊，然后我着去佛堂诶，点一下香，向菩萨、甲咧黄家祖先感谢者，讲安尼保庇我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大家一家咧团圆，哦。嗯。丽华，志亮，啊，即马卡匠已经平安回来，我甲阿弟也用放心回去啊。啊，恁好好陪卡匠，一家伙啊，欢欢喜喜团圆。吴主席，我过一摆，甲你说多谢。顺家，再见。再见。阿妈，阿妈，乖啦，乖啦，乖啦。啊！志良去遐久，哪袂转来？太保，敢毋是志良含海风去冲突啦？我嘛是咧烦恼，所以拄则毋知想要对伊去啊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毋才无让你去的。哎，你放心啦，志良的个性吼真沉稳啊，目色阁真好，伊会看现场的情形啦。啊，是情势不对啊，伊绝对袂甲硬拄硬啦。那安尼是安那，即阵哪袂转来？无听到吼，伊已经直接转去你想的因兜啊啦。好，那真正是安尼，咱是安尼要直接等啦，转来看看伊。哎，安娜，你脸书只不过是咧猜测，咱搁等一过来。要等恁两个，家己慢慢等，我要先来转啊。志良新民，您总算回来啊！海姐。我恁大家等这么久，总诶，阮拄则偌担心你咧，等到遐尼久，安娜不得是想讲。哎呦，心灵啊，你总算平安倒转来啊！你敢知我本来哦想要直接吼再去求恁咧。安娜，真多谢你啦！啊，人咧讲患难见真情啦，今日我才知影吼，你是一个大咧交陪的好朋友啦。免客气啦，我想讲吼，你嘛免遮尔大惊小怪啦。你若这么烦恼，难道是看不起阮老公？你知影无？哦，安尼讲起来，难道我较歹势无？是讲你都食无去啦？啊，若无吼，你当看到阮老公，完全有英雄的气魄的呢？阮老公哦，高高一个人，走去歹人的地头，用冷静的态度哦，甲因谈判啦，就凭气势哦，就甲因囝劈劈出安尼。最后哦，要找我离开的时阵，迄种姿势，甲迄种气魄，哦。My God， 真正是足漂泊的啦！我感觉吼，我这摆去红绑票，真正是足有价值的啦。老公啊，我甲你敬酒哈。既然是安尼，啊，想来恁这尼久才转来啊。哦，是因为吼，我几啊天也无食着好食的物件啦，所以阮老公吼，拄则陪我去食宵夜啦。若是安尼，恁上无嘛要敲一通电话转来报平安嘛。好啦，安娜。回来就好啊，总诶，我看不如先领两杯啊，庆祝副总诶平安回来啊。真歹势吼，后壁阁有真侪摊咧等我啦，包括阮大家、阮爹地，也阁有阮妈咪，啊因吼拢比你较重要啦，所以我袂当伫咧遮吼先甲恁庆祝啦。老公啊，俺招呼已经拍过啊，咱俩来走啊哈。多谢恁大家的关心啊，连刚我甲新林才阁请恁食饭庆祝。
啊，讲到这个李新玲啊，才拄仔去互绑票，个性甲惯无改，赶快是向伊离开。我顶倒真希望伊哦，真正去互撕票。唔知影这两彪仔吼，会安怎处理李新玲的代志？哼，谁唔知影这冤家哦？希望李新玲向绑票了后，上好就莫阁转来啦。那安尼，李泰山呢？ 伊总无可能看到家己宝贝查某囝订喺树库才对。讲着迄无路用的老弟哥啊，伊昨暝吼摕小金刚马救人呢，啊结果嘞，毋但生命无倒转来，连家己吼拢无啥无信呢。啊，志良，你甲新玲救转来啊？志良啊，你想哪个新玲救转来啊？ 啊，你无给对方钱，伊哪肯放人？我甲朋友调着钱啊。李泰山呢？伊敢无甲你斗阵去啊？无啊，我无法度联络着伊，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救陈丽啦。你一个人去啊？嗯。袁志良，想袂到你这人佫有淡薄优点，迄就叫做救小好。我甲你讲，恁若想咧现场哦，你就知影啥物是救小好啦。 阮老公伊叫我吼，叫对方谈判的时阵，根本就无轻声细碎，叫伊挂歹人，甚至无好声好泪，你知影无？阮老公根本就是咧警告伊，恐吓伊，威胁伊，叫伊吼见死就去告我啦。啊，若无绝对会找伊算账。啊，若是我咧，当然是夫唱妇随啊，跟咧阮老公身躯边吼，对伊呛声。李新玲啊，啊想袂到你这么白目，对方佫肯放人，迄嘛真无简单哦。订婚照啊！ 啊！你即摆是咧讲我无简单啦，是讲伊无简单啦。无啦，秋莲无这个意思啦。总共一句哦，恭喜你平安倒转来。哼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我要回去哦，见阮爹地甲妈咪啊，顺便洗一下身躯，换一下衫，紧甲这孙落来衫哦烧掉啦。老公啊，咱好来走。妈、阿姨、两位、秋莲，多谢恁大家关心，恁较早休吧。 心灵哦，总算是平安到转来啊，咱嘛总算会当放轻松啊。阿姐，阿姐，哎呦，阿牛啊，我即摆当天吼，算恁两个命啦，啊，你雄雄公公在喊大声，你是要甲我惊着笑？阿妈，失礼啦，阿牛是因为接到迄个袁世雄的电话哦，才真正着急啦。 卡电话来，阿强，迄袁世雄哦，你电话内底哦，讲甲足生气的呢，伊讲志忠哦，竟然用迄假钱去骗伊啦，讲一届哦，伊电话哦，志忠是要送去见阎罗王呢，假钱，这边有可能？我嘛唔知影啊，哎，这两句话讲完哦，电话就甲我挂掉你咧。天哪，阿妈，迄两个骗人哦，讲话有够大声，我伫迄边啊，拢有听着呢，好亲像唔是咧阮生笑，啊，这声阮是变安怎才好啦？ 阿牛啊，你讲迄去超人甲志忠通知一下，我叫人要出门吼，啊较细致的，这两个歹人哦，有早枪支的哦，这毋是滚笑的哦。哦，我知影，我去。张队，小队长，咱搁见面啊。歹件事，袁太太，恁两个要来报案的内容啊。 阮也想你电话中甲我讲啊足清楚的。看啥？唔捌你话。妈咪，这位吼是谢警官啊，谢警官，这位是阮妈咪。李太太，你好。安怎？你进前是去互你顶次派去黑社会卧底是？啊，若无吼。 我看你这个形，安怎看吼，就亲像流氓。一点仔都无亲像警察，还佫警官。我看吼，你若是黑社会老大吼，我比较较相信。妈咪，唔爱安尼啦。谢警官，歹势，阮场开滚生笑，请你莫见怪。袂啊，你当然嘛袂，敢讲你敢怪我？是啥？我今日因为阮翁失踪去，心情足无好的。 所以，连咪我来问你任何问题，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。
啊，那无吼，就请恁局长泡好咖啡等。李太太，当你叫阮局长来是要创啥？废话，当然嘛是投诉恁家下骹米糖办案不力啊。无敢讲恁俩准，我要去恁局长，是因为恁局长是最缘投。李太太，恁来报案应该是阮警方甲你提出问题，你敢那详细回答，安尼毋才对。相公诶，是啥？我问你，你是警官？ 阮来报案的时阵，你是伫咧倒位泡茶开讲，啊是比伫倒一个查某人兜头食？李太太，麻烦你讲话哦，对我尊重一下无？无是安怎？见笑当受气也是。我讲话倒一点去冤枉你，我也袂讲我怀疑你伫咧外口包枪包毒咧。小警官，真歹势啦，啊因阮妈咪吼少年时阵有去一个警察欺骗过感情啦。 所以对警察的影响，伊想讲真歹啦。李太太，台湾警察我唔敢讲无啦，不过全台湾省啊，好警察嘛真济啦，亲像我甲阮阿婶啊，是好警察的一份子。哼，我听你咧放粉鸟，恁两个敢敢讲恁从来都唔捌摕过一个红包，从来都唔捌接受过别人请你啉花酒，也是性招待。妈咪，咱今仔是来报案。 毋是咧调查警察的事情，所以无必要讲无必要问的问题，伊就莫阁问啊啦。啊，若无我看咱今仔报案报煞，会用出去直接食宵夜啦。对啊，妈咪，你有调查好无啦？小英肯拼性命，替咱甲爹哋找着，我都袂甲因啰嗦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一定吼一路骂到因局长遐。 副总裁，阿牛来找你。阿牛，我唔是讲过，有啥物代志，你用敲电话来讲。啊，你哪会阁是人走出来？甲我不但伫厝，万一阁发生啥物，我变安怎？志忠，你先莫骂我啦。迄卡匠有失魂在陪伊啦，啊是卡匠坚持讲哦，叫我一定爱来找你啦。有啥物代志先？啊，都拄只迄款细样啊，敲电话来找的啦。伊讲哦，你竟然敢用迄假钱骗伊啦！ 伊讲讲，伊一定要治你这张命呢。阿爹，副总裁，这边哪有可能？交出去的230万美金，然后我甲主席检查过，你嘛有看过啊？哪有可能是假钱？是无对啊，这也是我嘛讲。伊志忠啊，迄款细样哦，讲甲真认真，伊嘛真受气呢。这款细样到底可想要安怎？ 小警官，我最后一面看到你讲的时阵，伊是关一卡批，怎会受惊吼？甲即位李律师要去救生员转来啦。啊，你后我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敢有法度拢唔知影。哎，队长啊，我嘛交代甲清清楚啊。我陪你讲出去吼，坐车一到半路的时阵，突然间哦，不多听甲冻袂调啦，我拄啊先落车啦，我去互你讲甲骂甲臭头去。啊，就伫迄款情形下吼，我就先离开啊啦。我想讲吼，你讲应该是平安，甲因查某囝救转去啊。 怕知影讲第二天，我去因厝的时阵，你有闲加讲，唔啦，你小姐袂转来，连你讲嘛无消无息啦。亲，唔是我要讲你，你也唔是唔知影，迄当时吼，泰山是要去见伊两个通缉犯的，啊，你两只妹仔甲志良，就算拼性命嘛，应该回去，唔才对。我还是讲要敲到个总统吼，叫伊派两台 一声一声叫你的名，一幕一幕是你形影，放袂落，是我伤心的痛，袂看破，是我伤心的折磨，听你的心，心袂我性命，无你日子寂寞影孤单，日落日。
日出，等你三年我的心拢无变卦，海鹰也知我痴情心肝，你敢放我流恋北海岸？我伤心的折磨。